我是1.72米，然后体重是大概50.5吧，然后年龄的话是25。我家是广州的，但大部分人都猜不出我是哪里人。那小姐姐，你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你会毫无保留的付出吗？我吗？我是跟比较慢热型的，然后我是相信就是付出跟收获是正比的，就是你付出多少，然后我给你的就是多少。感情中是比较强势的一方？啊，不是，是不是，是比较被动的那一方，但是我会就是那种不断可以提供你小惊喜的那种，还是比较浪漫的，我感觉。啊，我是，对，我是有那种仪式感的那种女生。小姐姐，您目前是单身吗？啊，对啊。那我们粉丝看到这个视频，想要认识您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终于轮到我了吧。我已经爱上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